或者是照片，或者是视频，还有美照，你真的是精心在营业。但是我也努力，最近我也蛮期待未来有多点的时间呢，也能够再化身一下，比如说美妆博主，跟我们分享你爱用的单品，好不好？分享没问题，但可能当不了。好，可以。好，一份 KPI 给到你了 ，Cindy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呢 ，Cindy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网络冲浪达人？她是不是12季女生？好不好？接受挑战吗？好，我接受看看。好 ，OK， 那我 KD 版的都在我的手上。我每给一个关键词，就看看 Cindy 小姐能不能说出它是什么意思。嗯，3、2、1，噔噔噔噔，王心凌男孩。这太简单了吧？所以什么是王心凌男孩？就是前一阵子，我的初舞台表演了经典的代表作《举一爱你》，然后引起了好一些回忆刷奖，然后有很多很可爱的王心凌男孩，然后是王心凌老公或王心凌爸爸。王心凌男孩吧，应该对不对？就在 Cindy 旁边，也是王心凌男孩啊。很多人都在打，哎，很多人都在打，有很多人在打，有王心凌女孩非常多。对呀。对，所以看到这么多的男生特别支持你，可能你在当年出这张唱片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男孩子支持你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们变成爸爸是什么样子。就是这一次呢，让我看到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创意，然后可能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、孩子都非常支持，都录了好多好多有创意的视频。然后我觉得这些视频，你看了很多家客厅装修，对不对？看了很多种，然后还有炒菜炒一半的啊，洗头洗一半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在那边刷到的时候，是蛮在我忙碌的工作中蛮疗愈我的一件事情。哦，真的、天哪！但是我在这儿身为支持心灵的朋友，百搭唱片的朋友，我必须要说一下，《爱你》是心灵众多好歌当中的其中一首。当年我们因为心灵的歌跳起来、唱起来的歌非常多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好不好？最近很多平台都在上他的很多经典的好歌，请大家一定要去听啊！好，第二张我们看看，3、2、1，在这儿，辛巴，是个辛巴，对，辛巴，心头好。你这个都懂。小姐，你没有，我这是猜的。其实辛巴我不太确定，我只是就是有一个心，可能就是心头好嘛。对，其实它大概有很多地方的解释不同，但是因为比如说四川或重庆地区，他们的官话就会说，你很漂亮，戳到了我的辛巴上。你真的很乖，你戳到了我的辛巴上。你真的很乖，你戳到了我的辛巴上。Oh my god！ 你太棒了吧！你说你真的很帅，戳到了我的心巴上。我天哪，这一期请 repeat 循环播出，这你都笑出声来，我的同事们都现场笑出声来。Cindy， 你这个真的，我现在心情要稍微平一下。但你说的很棒，我刚说的是你真的很乖，就是形容女孩子很乖很漂亮。你结果现场融会贯通，说你真的很帅。这一刻是当年的高光时刻，我会剪辑出来发各个社交平台。谢谢，没问题。辛巴就是这个意思，戳到你的心怀上。我的天哪，今天好开心哦！感谢 Cecily， 感谢朋友们。好，第三个是这个绝绝子。绝绝子，绝绝子，绝绝子是什么？就绝绝子，就是太绝了，太绝了，很赞，很棒，很赞，很棒，很厉害，对，很夯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绝绝子是这个意思吗？各位，大家弹幕里面在说了啊，对，已经 get 到大家的心巴上了，每一个词都说得很棒。绝绝子的话怎么理解呢？王心凌的歌声绝绝子，王心凌的外形绝绝子，王心凌的演技绝绝子，王心凌的人品绝绝子，王心凌刚跨主持人那一刻还绝绝子。哎呀，还有佳念主持的绝绝子。我的天哪 ，Cindy 绝绝子。Cindy， 如果下次我们要是再见面的话，我会跟 Cindy 的老板姐姐一块儿，我们都拿着买过你的唱片，请你帮我们亲自留下名字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一定要这样。那一刻绝绝子，绝绝子，好不好？谢谢我。Cindy 的产品也是绝绝子哦。哇，太牛了，太厉害了。Cindy， 我大概不会希望你能够离开目前你所在的城市。
希望你再能多多给我们做输出啊，谢谢。好，很多人都说，都在说太美了，还有人说老公戳到我的心巴上。是的，你们的老公老婆 Cindy 都很棒，好不好？下一个十二 G 冲浪达人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十二 G， 那现在有十二 G 吗？不是五 G 吗？对呀，对呀，五 G， 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企业和我们国内的技术，把五 G 做的已经是最牛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十二 G 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一点是未来我们一定会把十二 G 在我们的国家做的也很棒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都高于五 G 了，代表它的那个冲浪的思维是比五 G 更加要新鲜、更加棒、更加独到的。冲浪是上网，上网对哦，所以就是超级会上网的人。是的，所以你是几 G 女孩？你觉得？我怕，我努力往五 G 迈进，努力追赶我们五 G 的步伐，对吧？五 G 迈进。但是我在这要夸一下支持我们 Cindy 的朋友和支持 Cindy 的朋友，你们一定是十二 G 上网冲浪，所以带给我们品牌、带给 Cindy 那么多的爱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哦。如果要是老板姐姐在看的话，我们也期待跟 Cindy 有更多的合作，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下一个，噔噔噔噔，氛围感美女。氛围感美女，我蛮喜欢这个词的耶。就是整体的感觉让大家觉得很美、很漂亮、很好看。是你啊，你发誓不敢确定对吗？因为你字义上的猜想。我这样说好了，各位，如果下次我们给 Cindy 再准备我们的这些关键词的话，麻烦可以来 up 下我们的这个难度。这位粉丝们的老公老婆 Cindy 小姐完全没在怕的，她每一个都说到了心巴上，可以说氛围感美女，她就是 Cindy。你就是氛围感美女，对呀、啊，你啊、oh, ，You are，、你就是，恭喜王心凌小姐，太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觉得难不住你哎。没有，是我之前有在我的那个微博发问，说有没有一些这样子冲浪上的词汇教我这样，然后后来我的歌迷就有讲了很多很多，什么 YDS 啊，什么写，然后还有写酸 Q， 你这个都知道。然后我说，我就问说什么是酸 Q， 然后他们说是谢谢的意思，我就回复酸 Q。你好聪明哦，你是学霸女孩，我跟你说。所以他们有时候有稍微教我一下，但是 OK， 辛巴这就是我今天新学的，学到了新的，对，粉丝们戳到了你的辛巴上，对，心灵也戳到了大家的辛巴上，最重要的是 Cicely 戳到了我们的辛巴上，耶、好棒啊！你看笑的，品牌们很高兴，你知道？各位，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单品好用，心灵戳到大家支持，是因为他的歌的确好听，对不对？时代留下的印记，我们永远会记得的。那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非常。